joy. This is sadness. That's anger. What? This is disgust. And that's fear. We're Riley's emotions. These are Riley's memories. They're mostly happy, you'll notice, not to brag. I wanted to maybe hold one. What happened? Sadness? She did something to the memory. Is everything okay? I don't know. Change it back, Joy. I'm trying. Joy, no, let wait. Go. The core memories. No. Can I say that curse word now? What do we do now? Nothing's working. Why isn't it working? We have a major problem. Oh, I wish Joy was here. We can fix this. We just have to get back to headquarters. That's long-term memory. You could get lost in there. Think positive. Okay. I'm positive you will get lost in there. You can't focus on what's going wrong. There's always a way to turn things around. It's Broccoli. Congratulations, San Francisco. You've ruined pizza. Who's the birthday girl? Ah! Brain freeze! Ah! Ah! Riley, here we come!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皮克斯新出品的《脑筋急转弯》不但在坎城影展上大放异彩，更获得《时代》杂志的满分保证。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 ，Hello， 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脑筋急转弯是过去曾经导过《怪兽电影公司》《天外奇迹》的导演 Pete Docter 所导的，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膝关节觉得他有再度虏获大家的心吗？他怎么办到的？他怎么办到呢？你打电话给他、啊，你可以写 email 到皮克斯。写 email 给他。没有啦，我觉得确实大家对他的期待度是相当高。高，因为你刚才都提到了嘛，他第一部是《Monster Inc.》怪兽电影公司，这个片本身那时候创意就是相当令人惊奇的，而且片尾还多了一些感性的元素，现在习惯说叫洋葱啊。然后更别说他的上一部《天外奇迹》了，那大概就是全部人都吃着洋葱看完那个片子，因为那个片哭的。对，因为那一年《天外奇迹》也是在坎城是当开幕片的，所以我因为那一年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开幕片就看这个片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说，好像就是《时代》杂志说这是第一部会让你哭的皮克斯的电影。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啊，好像会哭，好像会哭，所以每个人都已经把自己那个泪水的那个攻防线设很高哦。你休想叫我哭，你知道其实很多媒体朋友或是影评朋友，他们都已经被你灌输。会哭，我就不哭，我就看你到底多会让我哭。结果我相信应该很多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已经看过这个片子啊，我也相信很令人感动。而且我还记得我本来一直就不敢哭，你也是驚的那个人，一直驚啊。然后我记得我旁边哦，那个很像从中南美洲来的朋友的男性的记者，对，他是大胡子，然后因为看轮廓很像。哇！大哭，哭到那鼻涕要喷出来。我想说，他都哭了，我也哭吧，就这样整路开始哭。大男人在那边溃堤了。有，而且最夸张的是，我们那个影片因为要上场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大家都要拼去那个记者会现场卡位，所以看着一群人都是用眼泪这样飞来飞去，鼻涕甩了，然后这样一路这样奔跑的。我一路奔跑的时候说，我刚好遇到一个中国的记者，他说：“你有哭吗？”我说：“有，我也哭了。”他说：“那我放心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因为《天外奇迹》那个片实在是太催泪了，让很多人都感动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一样的感动的元素能不能够在《脑筋急转弯》复制？那我们觉得说，因为他的讨论的情感的轴心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他的创意做得非常好，该让你有感动、有哭的地方，他还是做到。但是他这次节制很多啦，没有像上次《天外奇迹》让大家都哭到都。瘫软在那个椅子上。它是一个原创的剧本，就是我们所谓的 high concept， 是高概念，非常原创的。所以要不要帮我们先讲一下故事是怎么样？好，我这边解释一下，所谓的高概念的剧本啊，其实是要必须两三句话就能够讲得很清楚。对。但其实我不认为这个片可以算大高概念的，因为我觉得这边其实两三句话解释不清楚的。解释不了。我觉得它这个概念是相当的新，所以而且但是它不好解释。你要怎么去跟他解释说，哦，原来就是因为一个小女孩，每一个人她的大脑里面都住了五个情绪管理员。这个情绪管理员呢，就可以甚至可以
组成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因为很可能是谁在主控台上去负责操控的啊，有些人可能是生气的那一个，有些人可能是害怕的那一个，对，有些人可能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很讨厌的 disgusting 那一个角色。那在这个片子里面主要负责操控的就是一个 Joy， 是一个叫乐乐的这个角色。那这个乐乐呢就跟旁边那个悠悠 Sadness， 他就觉得他明明就是带给这个小女孩快乐，可是当这个 Sunny 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说我不应该让这个小女孩觉得有不开心的时刻，所以这个 Joey 就一直很希望说啊，这个 Sunny 在旁边就好了，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什么事情都在旁边就好了，我们来主控这一切。就故事的轴心就是因为悠悠跟乐乐他们两个人卷到了大脑的另外一端去，这时候呢剩下主控台剩下三个比较艳艳怒怒晶晶，对，怒怒晶晶艳艳这三个人在主控台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操控这个主控台，然后这时候就大家看着悠悠跟乐乐在大脑其他的区域里面他们进行一场令你想不到的冒险，这时候他们怎么回到大脑的这个主控台上重新去操作这个主控板呢，就是这整个故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大脑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好难好难解释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就很害怕说光是要把这个故事解释给大家听，大家可能都听不懂。什么叫做大脑里面住了五个情绪管理员，然后他们这些人在负责帮你操控决定你的行为价值，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是这个片皮克斯最了不起的地方哦，明明是一个不好解释清楚的东西，他却能够在故事里面随着这个悠悠跟乐乐在大脑里面的冒险，他解释很多，包括什么潜意识都解释了，很厉害哦。你就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全面启动的幼幼版，对，还有造梦工厂的，对，他都全部把你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创意啊，你要必须佩服他们整个说故事的本领是能够做到言简意赅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效果。难怪大家都说五味杂陈，所以你的脑海里面真的是有五味，哦，真的是五味，对，五味，五味杂陈。而且就是皮克斯可以让他这五味都拟人化了，所以这是他活灵活现的地方，让大家知道说你脑内是怎么样子在进行这五样不同的情绪的。其实本来还有好几个，本来听说设计了快二十几个，后来一直精简到七八个，到最后决定说算了，这实在太多了，如果要一一介绍每个角色的一些性格特征的话，可能又会降低速度感，所以本来他有骄傲，还有好几个角色，所以后来精简到就是精简到剩下五个主要的角色。你知道他当初拍《怪兽电影公司》的时候，那只阿布啊，那个小女孩就是他女儿配音的，对。可是他随他长大之后，他整个好像就可能就进入青春期之前会有一些叛逆的行为嘛，所以为什么他们到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这段期间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比较情绪上比较难以诠释呢，难以捉摸呢？动画产业的就是市场好像看似是在萎缩当中，但是脑筋急转弯把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现在动画很重要的点是它必须要大人跟小孩都能够取悦到，你怎么看动画产业的未来发展呢？其实动画产业并没有像你说真的是很萎缩啦，是台湾比较小一点点，因为台湾可能这种所谓的家庭电影都可能爸爸妈妈必须带小孩子出来看，所以他可能一年的选择性会比较少一些，可是他在整个全球海外市场他其实是相当庞大的，所以动画产业是都有在扩增啊。那你刚才提到大朋友小朋友都要能够懂的话，我觉得本来大朋友是看门道嘛，小朋友看热闹嘛，所以前阵子有一部最热闹的啊，就是小小兵啊，小小全世界都在大破票房，所以其实看热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看热闹之余有什么样的动画作品是留给影迷或是留给所谓的比较年长一点的观众啊，所谓成人观众，他们看完这些作品之后他可以留下的东西不只是一些欢笑声，他还可以带一些感动回到自己的记忆，因为脑筋急转弯里面有提到很多所谓的长城记忆里面，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留在大家的脑海里面会保存很久的呢？我觉得皮克斯大部分的作品都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特别是脑筋急转弯这个片，我觉得他去解释这些亲情啊还有这些情绪管理员在大脑里面的冒险，我都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什么的，而你还可以变出新的花样出来，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才是我认为皮克斯最厉害的地方，也是很多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可以进了戏院去看，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在美国上映的第一个礼拜哦，第一个礼拜居然可以做到9500万美金，对，这是打破所有记录的一个票房记录，
除了续集电影可以比这种数字开得更高之外，对，所有的原创电影第一集的没有人，电影史上没有人比这个高哦。嗯，光是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吓一大跳。嗯，没有人可以想象说它可以开到9500万美金这么离谱的一个数字。当然，如果什么复仇者联盟啊，什么蜘蛛人二啊，让我们续集首周开很大是很比较可能的。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家对皮克斯这个招牌已经有既定的信心，嗯，然后你也信任。这个说故事的人应该可以带来一个不错的故事。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片哦，它比较不讨喜，因为那五个情绪管理员啊，你说他长得很可爱吗？也没有。很抱歉，你跟小兵比起来，他们并没有那么可爱，并没有疗愈。对，可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对那几个角色，你可能会有别的不同的投射。对，像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好喜欢那个悠悠，那个讲话讲很慢，嗯，然后做事动作也很慢，然后讲的话都是吐槽别人或是比较。忧郁的行为，你就觉得哇，悠悠好可爱哦。所以我觉得皮克斯过去这么多部作品里面哦，他未必是在一个人物造型上就让你觉得很兴奋、很可爱，你想要立刻拥有他。嗯，可是等到你看完故事之后，你就觉得说，嗯，我真的好喜欢他哦。也许他长得丑丑的，但是你还是很喜欢他。就比如说《天皇奇迹》里面，你看到那个小罗跟卡尔老爷爷，他们应该是所有作品里面授权商品最少的吧。但是你外形的限制，对，但是你会不会想要有一只小罗或是卡尔老爷爷？会嘛、嗯？或是那只小那个小豆那只狗狗，你也可能会、嗯。对，所以我觉得是皮克斯有别于其他的作品，它可以因为故事的动容，嗯，成功的感性的元素扮演的这个催化，你会喜欢这个角色，投入这个角色。其他动画作品比较难办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做动画作品都是因为。他好可爱，所以你很容易喜欢他。对，龙猫也是这样子啊。嗯，基本上这个角色让你看完之后，你能够投射到你自己的情绪当中，你想要拥抱他。对、嗯，我都直接去问说有没有那个悠悠的商品，我要买。就你来看的话，其实一如预期的《脑筋急转弯》里面又有欢乐，又有很多的洋葱，所以你觉得你最推荐的地方在哪边、嗯？我刚才很认真在重新看了一次播放的预告片哦，它其实最让我哭的角色其实并没有出现，对，没有出现、嗯。我觉得这才是高明的一个预告片，它让大家带着有点惊喜进到了戏院里面，看到说发现，哎、欸，有居然有别的角色。嗯，好，可以爆雷一下，要透露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可以爆雷是，如果各位还没有看这个电影，你就跑去买玩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角色在架上，你就觉得说这是什么角色？嗯，你可能会有点疑惑。然后，当然你看了这个片子之后，你就发现我们刚才提的这一只隐藏的角色呢，很多大朋友都在那一段很有感觉。嗯，对，结果那首歌我还会唱哎、欸。就里面有一些歌啊，那就是这个角色太你要唱、啊、不要啦，对的，觉得立刻唱。对，就是这些隐藏的角色哦、喔，我觉得这是预告片跟本片里面你能留多少惊喜到观众的脑海里。我觉得这个片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它完全没有爆雷哦、喔，它最厉害的雷都在本片里面。本片里，对，嗯、所以我觉得它藏得很好，非常的好。对，嗯、而且它甚至还解释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片最令我喜欢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可能得了某些心病，哦，他可能情绪很忧郁，或者是他不知所措，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现在的此刻的问题。你看了本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比喻的相当的恰当。对，突然间有些人可能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他就可能变得很沮丧，而这沮丧是他无法说出来，他也无法理解的。嗯，这个片有用这些情节去让你知道，哦，原来心病。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得到医治？嗯，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脑海里面竟然会想起某一些洗脑歌，是洗脑歌。为什么会有些歌会不断在各位的大脑里面盘旋不去呢？这个片也解释了呢，这边解释很多有趣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留给还没有看电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进戏院去看，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就很想看第二次，嗯，因为我觉得那些情节的设计都会令我拍案叫好，我也很想要在戏院里面看看别的朋友们，你们是否看到我期待的那个情绪反应的时候，你们也会大笑，你们也会哭哭，嗯，对，推动情绪有很大的动力是在来自于配乐，对不对？这次片的配乐也很厉害，要不要帮我们？对啊，这个片的配乐是 Michael Giacchino， 他已经这几年一直跟皮克斯有长期合作的一个
配乐家，嗯，哦，其实我都觉得我上次天外奇迹会哭得那么惨，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害的，对，都是他害的。那这一次他写的这个主旋律，我也觉得蛮好听的，因为其实从开头就已经出现那一段主旋律了。我都说最好的旋律呢，放慢你就会感动，加快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嗯，你觉得很有动作感，冒险的时候呢，他就整个音乐的配置就哇，就管弦乐加重很快，你就觉得哇，非常愉悦的一个过程。所以 Marco Giunchilo 的一个配乐真的在这个片做了很强大的催化的效果。嗯，人类有很多无法理解的行为，在这个片也做了一些感性的诠释。我觉得特别是里面在看说，人的大脑里面有储存很多记忆，人就好像有些记忆会慢慢的消失，甚至让我联想到，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心灵上的疾病，心灵上的障碍，对，其实包括失智症都可以，这片都得到一些解答，他告诉你为什么。虽然这部片片尾没有彩蛋，但是有导演的落款，对不对？就像导演说的，欸，啊，你有看到，啊？我有看到，这也是跟导演说的一样嘛。他的很大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他的女儿，嗯，对，也跟迪士尼的精神很接近。要帮我们再多说一点吗？嗯，你知道他当初拍《怪兽电影公司》的时候，那只阿布啊，那个小女孩就是他女儿配音的。对。然后随着他的女儿长大，他就觉得发现，女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他就觉得，哦，为什么当年的很可爱的女儿都会跟我撒娇啦，跟我讲故事啊什么的？可是他随他长大之后，他整个好像就可能就进入青春期之前会有一些叛逆的行为嘛，所以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元素去想要去了解说。哦，我的女儿跟很多人的女儿都一样呢，为什么他们到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这段期间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比较情绪上比较难以诠释呢，难以捉摸呢？他觉得我想要了解我的女儿，或者是我借由了解我女儿，我可能也可以更了解青少年。嗯，所以他在那个小朋友在里面经历的那一个情绪的低潮啦，出走。跟爸爸妈妈、跟学校的同学有各式各样的冲突。他，我记得好像我忘记是制片还是编剧有说，其实片中的小女孩那个莱莉的行为啊，就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在十一岁左右的行为是很相似的。嗯，就处处充满了无法妥协的行为。嗯，你跟世界好像永远都处于一个敌对的状况当中，但是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你会这么容易的愤怒。容易厌倦，容易讨厌别人。嗯，你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以前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开心，为什么到那个年纪之后就自动变得好像很有防卫心，甚至很容易去跟别人起冲突？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片其实去回答这些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原本的导演他是说，悠悠跟乐乐这两个角色是离家出走，他们是有原因离开的。哦，那后来在剧本的修整当中整变成了一个发生某个意外导致他们两个砰不见了，他们两个想办法回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嗯，所以这个片真的是蛮不简单的。必须说，嗯，有人说这是皮克斯最具创意的前三名啦，对，好像目前第一名都是给瓦力啦。嗯，所以对 P. Dutter 可能有点说不过去，有点说不过去。因为 就比如说有人说第二名是玩具总动员，嗯，或者是超人特工队，那第三名就是目前是 Inside Out。嗯，那所以即便是这样子，很多观众朋友今天听了我们这样的解释啊，过去至少你都可能看过瓦力，你也看过超人特工队或者是玩具总动员，那你就可以知道哇，今天这一部脑筋急转弯应该可以算是这几年皮克斯一个很高标的作品，很高标准的作品。对，是。嗯，我想要知道膝关节，你自己的皮克斯前三名是哪三名？脑筋急转弯的排名排在哪里？我第一名是天外奇迹的。天外奇迹，因为那个哭的，所以脑筋急转弯没有办法超越天外奇迹。嗯，不太一样，因为那个看观影的过程实在太特殊了。对，脑筋急转弯应该可能可以排第三，我第二是超人特工队了。为什么？太有趣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有很多过去大家的创意都全部都放在里面，所以超人特工队有点在。写你哦 ，parody 过去的超人英雄 的故事，然后到这个片完全又是有一种新的包装。嗯，因为我都还记得里面当初我们看到那个超人特工队那个妈妈变成快艇在海上飘的时候冲的时候，全场大鼓掌，就是我觉得哇，这个创意我们没有想过。嗯，就一样脑筋急转弯也有
一个创意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哇，大家都拍案叫绝。我觉得我就是在追寻在皮克斯作品里面去寻找这一刻，没想过，你想到了，你做得很棒，而且好好笑，那种是很好笑，对。所以总结的来说，怎么样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戏院看《脑筋急转弯》呢？基于大家过去对于这个导演的信任，你如果喜欢《怪兽电力公司》，你喜欢《天外奇迹》，你就应该一定要看《脑筋急转弯》，或者是你想要多了解我们大脑里面有什么有趣的想象力，请各位一定要来看这个片，因为它带领你可以看看你大脑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藏了什么秘密，里面还有我们刚才我跟主持人聊到一个其实最令我们感动的桥段，其实都没有在我们今天的访谈，也没有在今天的预告片里面出现。我觉得这一段留给观众朋友进去冒险，你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你会唱那首歌。然后还有我们人类有很多无法理解的行为，在这个片也做了一些感性的诠释。我觉得特别是里面在看说人的大脑里面有储存很多记忆，对，有些记忆已经淡忘了，消退了，消退的褪色了，对、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刻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蛮感伤的、因为人就好像有些记忆会慢慢的消失，这里面还有叙述怎么去处理这些记忆的事情、甚至让我联想到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心灵上的疾病，心灵上的障碍，对，其实包括失智症都可以，这片都得到一些解答，他告诉你为什么，他都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比喻去解释很多我们无法用科学行为去研究探勘出来的问题。你想这个它只不过是一个动画片而已，它都可以去解释那么复杂的事情，而且可以怎么这么简单的解释清楚。当然有些联想是靠给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去看完之后去想，或是在看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片看完，大朋友有自己的感动，小朋友也有自己的快乐。而且我们那天看片的时候，我们还有访问两三个小朋友，他们都有哭哎，但他们的哭点根本不一样。对，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的哭在哪里好了。所以我觉得大朋友不要觉得小朋友看不懂，这个片很多人会先天性的觉得啊，小朋友看不啦。那个讲什么大脑啦、啊，什么潜意识啊、什么记忆啊，嘿，小朋友那天涯屋，还是带他去看小小兵好了、但小朋友其实是懂的，因为这个片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去诠释。假设小朋友理解的东西跟你不一样，哎、欸，我们还可以交流呢、你也不用说是去教他看得懂、小朋友自己看的世界啦，我们不一定要用成人的眼光告诉他一定要看懂什么东西，因为他可能他长大十岁。他二十岁之后，他有一天再重新回来看这个电影，他感受可能会比你更多。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亲子时间。所以我觉得推荐谁去看呢？亲子朋友一定要看。特别是你要带着你的不会吵闹的小朋友去看，我觉得会让亲子之间多很多话题。因为像我们那天看完之后，那个小朋友就说：“妈妈，你好伟大，我要更孝顺你。”哇，你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宝贵经验啊？你去大家去上什么课，他都未必感谢你。大家看这边，他会感谢你耶。我觉得现在副控室里面应该很多人说：“我要带我小朋友去看这个片。”对啊，所以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看这个片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啦，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来欣赏一下，这是今年皮克斯端出来的创意。这道菜呢，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去吃吃看，因为你们每个人。看完这里面创意之后，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新的创意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一种学习方法。今天非常感谢膝关节帮我们分享脑筋急转弯，谢谢膝关节，谢谢。